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 Gameplay HK， 我 Ali 继续同大家玩咗个 boss Kakarot。今次咧系一个副任攻略，因为我觉得呢一个任务咧个收集品系比较麻烦嘅。猫线人 ，Hello。Hotty， 哈哈哈，嘿嘿嘿，やれやれじゃな。No。佢煎蘑菇茶，收集材料。すまんの。すまんの。よし、頼むぞ。之后个任务咧，我哋要去丝路游戏嗰边啊。好啦，飞到嚟啦，喺个山窿度，入边有啲嘢，入唔到去啊！喂，喂，你两个做乜嘢啊？有结界噶？受咗咩挫折咁憎人类呢？咁啊系，唔通系宇宙人宇宙嚟嘅？揾猪八戒帮手。哎呀，阿囡啦，阿尼马林啊，呢个药嚟噶？难得哟。但猪八戒天生系猪嚟噶。しょうがねえな。おう。よし。サンキュー。よし。おいよ。あの女。呢个任务比较繁复啊，系咁倾偈。おっ、やっほー。啲奇幻药品嚟嘅，喺佢十岁嗰阵咧，好流行。啊。食得太多变唔翻人真系惨啊！哇，佢真系分得好开噶喎，十六号。わかったわ。わかった。咁又啱喎吓，庄子问完俾翻个答案我哋咪得咯。阿士 ，thank you。睇下波波有咩帮到我哋啦。嗯。Yes。喂。嗱，呢啲嘢都几烦嘅，不过好似我身上都有啲噶啦，已经。我觉得。咁我哋一齐收集呢啲材料啦，今集。なんか嫌がんな。さっさと片付けちまうか。啲田螺咧，其实我哋可以去呢一个位置啦，达里嘅湖泊，再去地图呢个位，喺岸边咧见到啲红色点点啦，就会有结实啲田螺嘅。これで揃ったな。又或者去丝路游戏嘅场地都会有结实啲田螺，好多时 N P C 都会有提示啦，红色点点就系啦呢啲。よし。位置喺呢一度，同一个场地喺隔篱，就香气浓郁的香草啊！我哋可以按 L 一辅助下啦，嗱呢度。すげえうまそうなもん見け。跟住去到布莱克湿地，地图上呢个位置，呢啲黄金羚羊 NPC 都同你讲咗呢度可以捉嘅。但系咧有个麻烦地方就系佢唔一定比较觉你，所以咧你捉之前一定要 save 啊！呜呼，これ絶対うめえぞ！咁如果全部肉咧就可以再捞翻出嚟，再捉个。Lucky， 依问咩 kit？ 搞掂晒。Go。哦。希望你帮到我两个人啦，因为阿猫斯人想饮茶，啲蘑菇喺晒里边。喂，
咦，正常翻啦！哦，三九，よし。え？うん。え？ありがとな。よし。どう？すまんの。好啦，完成任务。嗱，呢只 game 其实大家最好就真系做多啲副任啦，因为呢啲经验值咧仲多过你喺地图上遇敌打啲流罗噶。嘿嘿嘿，再加上有时会得到啲特别道具咧，都几好用嘅，唔使下下咧周围揾去收集。好啦，今集做咗个副任啦，同埋讲咗少少收集嘅心得。咁我哋努力玩个主线。跟住就思路游戏啦，下次见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